留在温馨的现场来看，河北镇新庄国小日前举办家长会长的交接典礼。林俊成校长真感谢前会长李建中对学校的付出，也来期待新任会长会当替新庄国小带来新气象。新庄国小新任家长会长尤胜杰在监高龄的见证之下接下新任务，高兴呢，我终于可以接任了。那个由我们尤会长来接任我们第新庄国小第三四届的家长委员，让他对我们新庄国小校友会更加的努力，让我们委员会更加强大。由于建中会长的推荐，我很荣幸能接下这个任务。再下来，我会更努力的为新庄国小做好我们的分内工作。新庄国小学区有镇远里、中卫里、中寮里、唐友里、雷姓里、甲新庄里。伫交接典礼参会，也当看到真侪友好的贵宾，前来祝贺新家长会长的就任。我们感谢前辅导会长李建中这一年来对学校的付出，那我们也会很高兴第三十四任会长永盛眼镜的尤胜杰尤会长，希望今天有很多的贵宾来参与，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参会增加大家的联谊，也为未来的学校带来新的气象。新任会长尤胜杰表示，由前任会长李建中已经建立良好的基础，按伊手中接下家长会长的任务，坦白讲压力真大，但是伊会努力做好份内工作，落实家长会功能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